这是我们在一起的第五年，我们计划了这次旅行。在过去的那些日子里，我们去过许多地方，我也慢慢开始拿起相机，用照片、视频来记录我们的生活，记录我眼中的你。听说爱一个人就带他去旅行，一起看过最美的风景，一起经历过最糟糕的行程，一起尝遍世界的美味，在旅途中才会发现，最温暖的情话，从来都不是我爱你。这就是我眼中的你，未来的无数岁月都要陪你走过。Hello，
这段视频我是偷偷背着尤西录的，估计他看到应该要在回去整理视频素材的时候了。然后我现在是在山顶上，我想偷偷录一个我爱你的视频给他。我和尤西在一起已经第五年了，然后我希望我们能永远在一起。亲爱的，亲爱的，亲爱的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们永远在一起。我爱你。